对，就是这样，步步为营，小心翼翼地走着。尽管偶尔会停下脚步，但大致上还算顺利，很棒哦。就在离对岸只剩一步的地方，他们两个同时都停了下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小唐成功的一跃而过，问题是詹姆斯不敢跳啊。唐狂拉詹姆斯，要他跳过来，但是詹姆斯却抵死不从。